因为我们八方云集创办人林佳玉的那一句话感动了我，只要努力，水饺也能变成元宝。刚加入八方的时候，工作环境都是瓦斯设备，厨房空间一到夏天员工流动超大，员工都待不久，因为厨房太热。加入八方云集这个大家庭已经快十年了，这是个汗流浃背的行业。后来总部找专业的设备公司为我们量身定做全电气化的设备，因为总部不只用心在食材上，对加盟组的意见反应都很重视，所以我才会在一年内就开了两间八方云集。物流每天凌晨配送新鲜食材，员工一早上班就马上包制，客人现点现煎现做，为了就是提供最安全、新鲜、美味、平价的食物给所有喜爱八方云集的所有顾客。